我爹帮我剪头发，就这样开场，就这样，因为没有多一点入吗？是，他如果没有化妆呢，他还是觉得自己很漂亮。我每天都是觉得还好，又没有化妆，说自己很漂亮。这个颧骨这样红红的，很可爱耶。那是你的痘痘，长痘在这里啊。赶快剃，请来。好烂哦！你不是要拜拜，跟我越远，我们越害怕美丽的现在。你再拨一次你的头发，拨你。正常这样啊。嗯，好像可以。我再把那个最下面剃短一点就好。那个超大的镜子给你看。超大镜子。看人家满意吗？谢谢。请问为什么没有肩颈按摩呢？肩你妈！你可以把这边这小小包丢掉。再给你看背面好，给你看背面。我看不到啦。来，靠背。然后整个镜子坏掉，看不到。真的是看到，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对，我要有两个镜子来看到背面。我可以看那边，给你一棒，赢你妈！应该看起来很 OK 吧？看我剃的这么赞。好了，很赞很赞。大家可以给我赚外快哈。哦，你说剃一个一棒吗？对，或是我剃我的头发，然后我拍影片，你给我钱。什么意思啊？看裸男剃头发很辣呢。哦。很辣，你看我捏捏。我这。这样不能剪掉哦，捏捏的会剪掉哦。好了。